人呢？你也看见了，我以为那个女子就是青竹，才把她关到房，还把她绑得结结实实的。你也去找找看，不要让臧飞把那个女子抓了。 你看不出来，我是在帮你吗？你跟陆远同是一路货色，你多次阻止我杀陆远同，今日我就先杀了你这个绊脚石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迷烟而已，降降你的火气。卑鄙！ 将军，马车里没有？走。